漫游部落今天走的可以说是探险，可以说是怀旧的路线，而这样的路我确定以前老芝本人是走过的。这一间仅存的老戏院叫做金星大戏院，从外观来看戏院的结构大致完整，而今天的带路人是里长以及一位部落青年。在早期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三家戏院，第一家是资本戏院，第二家就是东兴戏院，第三家才是金星大戏院。啊，在早期，更在民国四十几年的话，其实在卡纳蒂布呢也有戏院呢。啊，所以在卡纳蒂布，在沿汉的一起生活圈里头，他的生活品质是在整个部落来讲，他是有电影院啊，以他的生活方式呢是比较前卫，因为呢，毕竟我们这里有很多退役的老兵呢啊，然后我们电视也不普及啊，收音机也不是说那么普及，所以啊，这里就有延伸的一个电影提供大家来休闲，然后呢过我们一个夜生活的一个环境。那时候里长还记不记得，就是电影院开幕的时候是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应该在民国五十六年到五十七年，左右啊，在元旦开幕的，在元旦，那一定是很热闹吧？是啊，因为呢，那电影院它的成立，然后呢，它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天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一夜的指标了，因为当时大家都没有，家里没有那个。放影机，他在礼拜六呢就放那个音乐带，然后让我们部落也好，社区也好，都知道电影要开幕了，就是一种很好的广告的宣传。所以除了放电影以外，是不是平常也会很多人在这边聚集，比方说聊天啊，或者是从事一些休闲活动等等？这个儿时的情景呢，因为呢当时的环境的时候，这里呢也是一个商圈啊，然后它也有带动我们这个附近的一个商圈，因为它还有一个我们要吃一些点心的，这里都有，因为呢我们这里当时环境市场不算不普及，它在礼拜六礼拜天，这个真是一个社区的那个娱乐中心啊，所以当时一定很热闹哈。我看到那个电影院啊，感觉规模还蛮大的，可以坐多少人？应该五百个有，可以五百个。是啊，那时候有谁有那么大的财力可以盖一个电影院？是公家的吗？就是私人的，一个是一个美和村，以前有当过县议员，他是开过米厂，他们家族在这里开创那个电影事业。好啊，那里长要带我们进去看一下，绕一下那个电影院。好，走吧。里长走进戏院，开始回忆起当时看电影的日子。你们也是买票进来的吗？买票，但是，这个是勾起我们的回忆啊。因为没有买票，有没有买票的一个做法，就是爬墙，挖地洞。以前就是这些窗户也是可以偷偷爬进来的。就从那个外面的墙啊，翻墙进来，那个是穷人看电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。被抓过没？有没有抓到过？抓过被赶出去啊。然后可能就是被认定的拒绝往来了，因为哈，你只要是被爬墙被抓到的哈，下次就是注意你了。哎，你怎么进来的？
虽然电影里面积了不少灰尘以及垃圾，但从宽广的放映厅来看，至少有300个以上的座位。从民国60几年歇业以后，转手木材行经营不善，就一直荒废到现在。走到二楼的机房，让人惊讶的是，两台电影放映机仍好端端地安坐着，机器锈蚀斑驳的痕迹代表岁月的流逝，而地上有散落的电影胶卷。以前那个片哦，是一卷一卷，然后有装一下我们那个没有饼干礼盒啊。你看到这个地方是当时那个机房种地，就是放电影的地方。然后这两台机器呢，就是放映机，没想到那么大吧？可是它现在还保存的很完好的站在这边。然后呢，虽然经过那个岁月的催化痕迹，可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机具的这个形构。然后里长，这两台机器都没有人想要买下来啊，或者是，也因为是感谢天主了，因为这个机器都没有人知道，还原始不什么原封不动的在这个机房里头啊。我们当时在放电影的有一位先生呢，叫李明胜，他现在68岁。他还在，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可以去问他这放电影的乐趣，他应该会很乐意的告诉我们，毕竟当时放电影的时候都要经过审核的。以前在金总的时代，他们常常受到考核，因为放电影毕竟政府他还是会有点关心的、那时候还是戒严时代嘛，所以不论放什么电影一定都要经过审核。对啊、当时的环境是金总啊，所以他们每个月都会来考核。啊，李明胜长辈呢，就分享的情形是这样，他曾经有这样告诉我过。所以他那时候也是一个人嘛，因为两台都很大哎、欸。是啊，这轮流播放啊，所以第一部电影放完毕，然后快要断片的时候，就马上移到第二部。所以他一个人这样从这边换到这边，是一个人作业。啊，第二天呢，他还要卷片，还要把那个片呢用手卷呢自动给它导带。所以是用这个棒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片胶卷呐、啊。保存着很完好的胶卷呢、欸。那些老电影的胶卷和机器仍然存放在戏院里头，而对比今日的衰败，50、60年代光是资本就有3家大戏院，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繁华。后来因为电视的兴起，这些老戏院也渐渐地走入历史，逐渐成为废墟。现在住在这条街上的年轻人也包括我，也许很难想象50、60年代金星大戏院是多么繁华，而我们找到当时的电影放映师李明胜，只能从他说出来的话在脑海中拼凑出那时的年代风貌。我父亲是以前是那个日本空军修复师啦，那电池的，受父亲的鼓励叫我当学徒了。民国58年才退伍，然后在还是一样半工半学徒，然后60年的就考上那个甲等执照，然后就开始放映这样。李贝贝今年70岁，20几岁的时候就在金星大戏院工作，每天3班制播放同一部电影，放映室里只有他单独在工作。后来为什么戏院渐渐就没有什么客人，然后就倒闭了？因为没有阿兵哥了、以前是很多卡哇队的来看啊，他们晚上就
跑来 看电影，对，对，他们一张票才6块到7块，啊，老百姓他要10块左右，生意不好就没办法做了，啊，对，对，那个戏院大门一开这样哦，他开支差不多要3万到4万左右。都是不是整条街都很热闹？哎，对，很热闹。对，过年期间都是哦，他购买，父母亲买新衣服的时候，就小孩子就很高兴啦、啊。鞋子都舍不得穿，都放在脖子上。他放电影的时候，你都在干嘛？啊？放电影的时候，要注意灯光啊，这样。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片子有没有跑掉啊？这样啊。哦，有时候电影会跑掉吗？不会。会哦。会。有时候会断。有的还会断，啊，接起来。对对对。怎么接？用那个胶啊。用胶。嗯。休假时，李贝贝会骑着有喇叭音箱的摩托车，周游资本和剑河，向全村的人公告今天会放什么电影。或是写写广告海报，四处张贴宣传电影。他几乎没有玩乐时间，虽然累，但这工作一做就是8、9年。出来广告，骑摩托车讲广告。你还要骑摩托车广告？对。做什么广告？用那音响，然后放在那个喇叭放在头上这样，那个做一个箱子啊，这样。啊，那箱子旁边贴那个电影海报，对对对，整个资本啦、啊、剑河啦、温泉啦、美河啦，都到处跑。时间到了回来换电影，如果没有事做的时候，就写写海报啦，那干什么？你要写海报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啊对。然后贴在哪里？贴在人家的房子这样。贴在我墙壁这样啊！啊，你用什么写毛笔？啊，有毛笔啊！有毛笔啊！台湾有很多这种老戏院是应该被保存，因为一方面它是闲置空间，然后二方面是说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就被放在这边也没有做什么用途，其实还蛮可惜，对不对？是，当我们社区啊、也去就想这个问题，怎么样把这个活化？当然。活化里头，我们也需要很大的经费的挹注啊。当然，我们的地主也乐观其成。但是，我们话说回来，怎么样让它活化，然后让我们的艺术创造者共同驻村来做整个艺术空间，这样的会延续它的生命，而且呢，会带动我们这个社区也好，部落也好，它的文艺气息啊。然后呢，把以前的感觉找回来。然后呢，也可以当作我们，跟未来的我们的子弟，还有我们的孩子讲，这曾经是我们一个很繁华的地方。好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新新的才好看，像这样的一个地方，旧旧的也是有它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好，那谢谢里长今天带我们来这边，谢谢，拜拜。李贝贝说，有时候会回想起在戏院工作的日子。其实我并不晓得戏院工作是否在他的人生当中占有很大的重要性，但不可讳言的，戏院是曾经很多孩子、很多情侣、夫妻、家庭、朋友间聚会的场所。看着电影，暂时脱离现实，散场以后会约定下次再来到这，然后有一天大家就不再约定下次一起到金星大戏院，而是换到别的地方，然后渐渐地被人遗忘。